大家好，日日都30几度，呢里好热。去咗浅水湾沙滩，顺便行下圣保罗公园。落咗车过对面行人路，先经过浅水湾花园。花园内嘅物品摆设以纪念女作家张爱玲小姐访港之旅，以其代表作以浅水湾为背景嘅《倾城之恋》。浅水湾交通方便，中环交易广场巴士站搭乘巴6号、6A、6H、66到浅水湾海滩落车，沿尖沙咀摩地道巴士总站乘巴9、7、3都去到浅水湾海滩。经过沙滩商场，一直行到尾就见到好有特色嘅镇海楼公园。到色彩鲜艳嘅千岁门牌坊系公园嘅入口，里面唔系种满一般花草树木嘅公园，而系一个富有中国特色、摆咗好多唔同嘅神像为主题嘅公园。原来10多米高嘅观音像同天后像特别引人注目，普度众生嘅观音娘娘，聆听众生嘅苦难同诉求。镇海楼公园喺70年代中兴建，楼高2层，因为疫情二楼暂停开放，亦都系香港请溺总会嘅会址。守护河川之神河伯，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开口就笑，提醒世人学习包容。天下第一湾，水清沙幼浅水湾，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美誉。有求必应的四面佛，
摆龙华。2018年9月，超强台风山竹，公园受到严重的损毁。入公园经过千岁门，走过长寿桥，再到万寿亭，长命到千岁。
约20分钟行完。中意嘅请订阅、分享、赞好，多谢，拜拜。